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经历神的爱、神的恩典，我们也享受神的爱和神的恩典。求主帮助我们。雅各的人生有几个重要的转折，一个是伯特利，在伯特利那里，他在梦中遇见神，神对启示他前面的道路，神对他宣告说：“我与你同在。”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。在那个之前，他虽然在用今天的话讲，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，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长大，他不认识神的。他开始从我爷爷的神、我爸爸的神开始了一段历程，是我开始跟这个神有关系了。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转折，就在这几天我们所分享的，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的家人都已经过了河，只剩下他一个人孤单的在那里去面对他自己人生的困境的时候，神来找他，神跟他摔跤，神在他自以为最有把握最强的事上让他发现，其实我根本不像我想的那么强，看起来我是赢了，其实我根本是输的。这不就是他的人生吗？看起来他赢了他的哥哥，结果呢他去逃难，看起来他骗过他爸爸，结果呢他很可怜的流亡在外面，看起来他赢了他的这个他的舅舅，其实也就是他的岳父，结果呢他的家庭里面充满着纷争，充满着一些争吵，看起来他赢了他的老板，其实就是他的岳父，结果呢结果是他带着妻儿逃难一样的又再次流亡出去。他的人生每一次看起来都是赢的，结果赢了一点都不快乐，赢完了之后呢都是他自己在承担那个后果。就像这一次，看起来他跟神摔跤好像是赢的，可是神摸他一把他就瘫在地上，他真的发现，我还要这样继续过日子吗？靠着我自己，我非常的努力，非常的拼命，拼到最后也看到一些成绩，我好像是赢的，结果事实上我好像输掉了更多的东西。这也像你的人生吗？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在预备这一集的时候心中有一个很深的感动，这也是你的人生吗？你很努力，你拼命的努力，你拼命的做，看起来也有一些成绩，看起来也有一些表现，但是回过头来看，你发现，可是结果为什么是这样呢？结果为什么我一点都不快乐呢？结果为什么我好像失去的更多呢？在雅各的身上，他第二次这样真真实实的遇见神，他把那个地方起名叫庇努以勒，就是我遇见神，我见到神的面。但愿今天这一集的恩典365也是你的庇努以勒，你遇见神，你听见神有话给你，不是人的话，人说话算什么呢？我和你一样，只是一个像雅各一样非常平凡的人，喜欢靠自己的人。但愿今天你领受神有话对你说。